这个王建王，我们真的挡得住吗？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。如果你愿意放我走的话，你要做什么我都会答应的、啊。梅姐把熊哥带回台北之后，会不会跟他提分手？分手没？还没提啊。总之你赶快提一提。双双传这个简讯的意思是他不想要跟你复合。姐，其实我还真希望你选的是郭胜雄。妙妙，妙妙，不能就这样离开。心不执着，守着谁，或者让谁远走，害怕自己会有冲动。